疫情期间要减肥减脂，网上订购 Easy Meal 鸡胸肉就对了。第一种加热法，直接连同包装放进热水里面浸泡约8分钟，如果你怕不够热，干脆滚个10分钟也没问题。时间一到，直接拆开包装把肉取出来，淋上酱汁就可开动。如果说你的家里有 air fryer 的话，那就更加简单，直接把肉放进 air fryer 里面，再把时间调至大约10分钟，低脂高蛋白的一餐就这样完成啦。你们说是不是很方便嘞？要不然也可以把鸡胸肉放进微波炉以中火力加热1分钟半至3分钟，这个方式简单到来又省时间，超级适合追求快很准的朋友。如果说要来点不一样的话，也可以用 Easy Meal 的鸡胸肉做成低脂鸡排沙拉。将鸡胸肉的酱汁抹干，是否选择锅煎的方式，酱汁你就不用怕酱汁碰到油会乱乱喷来喷去。 Easy Meal 的鸡胸肉入味到来不会柴，而且分量充足又大份，还有4种口味供你选择。 Easy Meal 的鸡胸肉腌制入味，让你在减脂的同时也不会心累。